请问你会不会删掉所有的图片？在这边刚刚取代里面，取代这个寻找目标，寻找目标指定方式为图片、图形、图形，它叫 argg。然后请把假设我在原图片的位置留下那个段落。就是等一下，你就会看到两个段落符号来全部取代，可以了解哦。就一个图片，我换成一个段落标记，全部取代，85张图片都被我删掉了。啊，当然，通常我们没有人要做这种事啦。可是，如果万一真的有的时候，好，关闭，就没有图片了。所以我先还原回来喽。好，所以这都是取代的一个特殊的使用方式，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。